阿姨好，请问这是宁树家吗？是的，我是宁树的女朋友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怎么到这儿来？没关系，给我吧。来来来，去吧，你快点吧，实在是有太多不懂的地方。来来过来。赶紧走。我不走。你到底要干嘛？走也可以，但我不能饿着肚子走，到时候嘴巴脑子不听使唤，再把你辞职赶可惜。你吃不吃辣的呀？我已经过了呢。哎呦，我没看见，没看见啊！妈呀，你是想那样？哎呦，我的天，疯了！